开戏，徐恩宝高声鼓五节乡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二节王宫文化节即将在12月26日展开。每一年俩当地跳柜会之后，就会有许多信徒一涌而上，要取回炭火回家，象征炭大钱辟邪保平安。今年王宫庙限量特制300个签有王宫圣像的马克杯，要送给天香油钱响应万人建庙的信徒。我当个何方阿公先，那王宫啊，你现场给你加持哦，啊，唔嘛你当啊，咱听这个音乐哦，王宫大棒棒，我都知啊，哦，总有关联，总有关联哦，哦，咱王宫哦，啊，当地庙部哦，当来斗三工，而且会带予大家带平平安，会带予大家。就是这个活动，这个可以，帮大家赚大钱啊！吼，集结王宫文化节，赚大钱。除了代表赚大钱的炭火之外，还有取用过火木炭制作的文创商品，以及平安灶，都是传统与创意的巧妙结合。平安灶啊，平安灶啊，如果你没有拿到啊，我们那个。木炭没关系哦，咱都有注意这个，啊，这个对咱啊宗教的地方上头，内底有咱的啊平安符啊，啊，过咱的文创吼，所以这是咱平时透过宗教啊，这个可以会带予大家去平安啊，去平安的所在吼，而且欢迎各位晚上来参观，这拢对咱的文创商品内底，文创商品内底。将街舞和跳鼓阵融入在一起的开场演出，也是今年新旧文化交织出老少咸宜的宗教艺术。十多年来由二节王宫庙支持的歌仔戏团，今年也将以韩乐这支传统戏曲呈现给大家。五节乡各界重视二节王宫文化节，乡公所代表会以及县议员都鼎力支持。咱人11月12日啊，到11月15日，尤其是15日是重头戏，大家一定爱来参加，希望大家拢来当来参加，我王宫来庇佑咱，来甲咱到诶这个可以来庇佑咱，大家作为咱全新的一年加。会以这个七年吼，啊，我们今年的七年啊，加一个好的疫情，都会使因为王宫的这个扫除，大家拢会当回归到一个真好的生活环境。啊，新的一届，扭转乾坤，来迎接新的一年，大家拢合家平安，事事顺心，大家啊平安。啊，伫这个王宫的庇佑吼，啊，咱地方伫这个今年这个疫情吼，啊，拢。非常平安甲顺利，嘛希望咱今年的王宫伫这个跳对会俩当期这个活动了后，咱这个疫情吼，咱全国这个疫情会当赶紧来过，啊，伫明年、后年吼，啊，大家搁较平安顺利，啊，嘛伫遮要邀请咱所有的乡亲，伫这个11月15日会当来到咱王宫庙来看老人，咱嘛期待。
未来会当看到二月王公庙除了神庙建成以外，嘛看到真济真济文创文化创意的一个活动的产生，嘛通传承咱传统文化，嘛予咱新的艺术团体得以表演的舞台。咱嘛祝即届王公文化节祈求天公伯啊帮忙，会当予咱好的天气，予这四天的活动圆满。为宣传这场年度大事，更要欢迎青年朋友、男女老少以及16岁到18岁的学子参加王公成年礼。活动前记者会安排了西里城平安免教会教练现场示范。再次祝贺大家，刚才让铁丁祥新点灰，何教练说是这样的，伙伴们为我们进行的跳高会体验的安聊哦，康姐啊，康姐啊。扛着神教定五营，在东西南北中燃起金纸后，参与的伙伴也跟着神教陆续体验跳柜会的仪式。出来出来，好，一个红包不能再跳柜会体验，回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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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2月29日，农历11月15日下午，将会有12000斤的炭火在二节王宫庙前起火，给各地镇头跳过火，并开放大家弄丢卡求平安。五节乡公所并准备在地的传统操蛙柜，提供给民众到场享用古早味米食。26日开幕当天晚上，开放定期的福宴，也将呈现澎湃的在地风味餐半桌料理，要让大家看好戏、吃好料。12月26日到29日四天，王公庙善信大德和厨房义工更准备了平安粥，让前来为三王公千秋圣诞祝寿的信徒免费享用。一个王公不落线。平安探大钱。